与顾客的搞笑对话。有痔疮。大哥，点菜单上的什么？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几位？自己来的。啊？用不着，这晚上来碗疙瘩汤就行了。就要一碗疙瘩汤是吗？对。啊，那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啥？打包还是带走？你说啥？你他妈聋了？我问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你家不让在这吃啊？啊。老板娘。有雪碧吗？有呀。冰的有吗？当然有。啊，你先给我来杯可乐吧。嗯，微信能支付吗？行，可以的。支付宝？都可以。啊，算了，我给现金吧，来。哎，你要吸管吗？要啊。没有。那我不买了，我不买了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我冒昧的问一下啊，咱们这里有没有未餐服务？啊？未餐服务就是喂我吃饭。未餐服务？对，没有未餐服务。我长这么帅都没有未餐服务？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没有。好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上套餐具？做服务员一定要有眼力见儿，知道吗？看到客人水杯里没水了，一定要去马上倒水，知道吧？啊，知道了，老板，去吧。你分手吧，渣男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哎，服务员，您能订桌不？哥，能订桌啊。都多少钱一桌呀？您订几桌啊？28桌吧。28桌，那每桌按照588元的标准，然后送您2瓶饮料，1箱啤酒。哥，您看行不？行。那您定下个月几号？5号。下月五号。那您是红的还是白的？什么红的白的？就是喜事还是丧事？不是，老妹儿，你家跟阎王有亲信啊？老妹儿，你家跟阎王有亲信啊？谁家丧事提前一个月预定啊？不定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服务员有病吧？服务员，买单。哥你好，你这桌消费一共149块。好。给你150。找您1块。1块别找了，当小费了。谢谢哥。5号桌小费1块。哎哎哎哎，一块钱你涨什么涨啊？有药不去了。好好好。你好先生，您要饭吗？你会说话吗？给我来碗拉面。您要大份吗？加一元配可乐，您配吗？我不配，我不配。来，刚拉的，趁热。哎呦我的妈！给我打包吧，没心情吃了。好的，您装什么呀？先生一路走好。哥，欢迎光临，请慢走。欢迎光临。慢走，光临，慢走，光临，慢走，光临，慢走，光，慢，光，慢，光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美女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点的是清汤锅，为什么给我上鸳鸯锅？我点的是火锅，为啥给我上串串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说什么说？我上一趟洗手间回来，你给我加这么多辣椒，你想辣死我们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？而且我点的是可乐呀，可乐为什么给我上椰汁？你听我说、啊，最可气的是你还放一个帅哥在我旁边陪我一起吃饭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瞧不起谁啊你？气死我了！美女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坐错桌了吧？你的桌在那边。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员，来了哥，吃点什么？有鸡蛋呢？有。鸭蛋呢？有。鹅蛋？有。把鸡蛋、鸭蛋、鹅蛋炒一起，给我来一盘。鸡蛋、鸭蛋、鹅蛋炒一起。啊啊，知道了。2号桌来个混蛋。骂谁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哥，口误。哥，那你不要了，你再点点别的，哥。给我来个甲鱼，来两瓶啤酒。啊。
哎呀妈呀，一句一句骂谁呢？干这样子不吃了。没有哥，哥别给别给。起来。二号说这个王八走了，不要了。这饭上店早叫你干黄了都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呦我去！哎，你看你这人品。哥，我用手抓吃啊。你稍等一下。先生，米饭您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？那米饭还分软硬吗？对呀。那给我来一份软一点的吧。好嘞。六号桌客人要吃软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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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好，您的软饭。你好哥，烧饼给您上错了，都给您上了一份。啊，没事，这我没动，拿走吧。那不行哥，你也得掏两份钱。凭啥呀？同样的烧饼，我吃我自己这份，我那份干啥花钱啊？哥，你吃的就是我上错那一份。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好美女，给我来碗炒面。炒面，嗯，请问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啥？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你说啥？你他妈聋啊！我问你打包还是带走？不是咋的？你们饭店不让在这吃啊？有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个公鸡炖母鸡，鸡爪子炖鸡蛋，大米饭，那一人点菜，一人玩二手机呗。你干啥你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？货人。你也是，点个菜玩什么手机啊？出去！吓我一跳。嘿嘿，那您点的酸菜鱼。过来一起吃。啊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说我们不能吃客人的东西。不用担心，明天我就收客人的东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给你买了辆车，吃完我们就去试试。啊，这么不飞吗？周末就跟我回家见父母，下个月人就结婚。啊，可是我觉得……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好的，等你。我说我试一下钱吧，你先去。服务员结账。你好先生，你都吃了啥？我吃啥你不知道吗？你是服务员，我是服务员。你这吃的也太干净了吧，一点都不剩哎。还想不想要钱？赶紧结账。红烧茄子18。红烧猪蹄48。哎呦你妈！哎呦我去，这都行啊，你牛啊！先生你好，您要饭吗？啊，我要面，来一碗蓝面。那您吃大份吗？我要吃小份。咱们这边加两元可以配一瓶可乐，您配吗？我不配，不配。好嘞，稍等。垃圾，抬下脚。你别笑。刚拉的，您趁热吃。算了，不吃了啊！大包，我装起来吧。好，你装什么？你，大胖子，我不吃了。那您一路走好。哎呦你妈！还好这次不用买单了。先生，您还没买单呢。哎呦你妈！瓜甜没啊？我就问你，瓜甜还是不甜？你为什么要骂人？苦瓜，你说甜不甜？您好，您一共消费260元。今晚所有在座的消费我买单。滚！那可得7000-8000啊。刷卡吧。哎，大哥，我能顺便点俩菜吗？哎，我们公司聚餐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你好胖，你好帅哥，你能不能八大买一下？我们已经有打烊了。你新来的吧？求你了，你买单吧，我跟门口都站累死了。我在这里吃饭，从来不用买单。嗯，吃霸王餐？你信不信我打电话给俺老板去？你打吧。我可真打了。打吧。有人。
喂，老板，这里有一个死胖子，他吃霸王餐还不买单。没事，你俩走吧。我去，你还敢偷俺们老板手机？保安，你倒霉喽！哎，你拖错人了，我是新来的。那个一共200一，多少？200一啊！我吃这么点玩的200一啊！不是，那个咱们嘛有那个免费那个海鲜自助，还有那个酒水嘛都是免费的。我也没吃，我也没喝呀。你没吃没喝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没有提供呢。算你刚才亲我那一口啊，我给你转过去8多你。我什么时候亲你？你等会儿来，我什么时候亲你呢？你亲没亲是你的事儿啊，我提供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姑娘，你要什么包？给我来一个肉包。哎，好嘞。小伙子，你呢？我也要一个肉包。刚才要肉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你也没问我。小姑娘，你不是也要一个肉包吧？不是。哦，那就好。我要两个肉包。炸！各位老板，请问你们开什么车？奔驰。宝马。玛莎拉蒂。兰博基尼。劳斯莱斯呀，法拉利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个楼下几台电动车被拖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啥呀？你说？我们分手吧。渣男！下，把我这么点东西还给我。同在13年，做中老年机，拿去吧。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提。你快过来！谁做鸡翅老硬了都咬不动，问经理要。没那个必要吧？为啥？你都咬不动，他怎么可能咬得动呢？他都63了，别闹。给我来一份鸡蛋、鸭蛋、鹅蛋、鸟蛋、鹌鹑蛋，混着炒一份。嗯，好的。二号桌混蛋一个，混蛋一个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你看这我的呀，是自己带了点菜。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他妈是看不起我，我他妈这是自助火锅。1块钱的小串给我来10个。好的。牛杂宝给我来一个。嗯。肥肠土鸡宝给我来一个。嗯，还有啥？有痔疮吗？点天还有的呗，我上来给你找一个痔疮的肥肠去，我上来给你找一个痔疮的肥肠去。我冒昧的问一下啊，咱们这里有没有喂餐服务？喂餐服务？喂餐服务就是喂我吃饭。没有。我长这么帅都没有喂餐服务？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没有。好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上套餐具？